万多的降沙咱买不起，但是如果我拿出这个 2G 沙沙笔配件背包，是不是四舍五入也相当于拥有了降沙？今天看 EW 仿降沙样式背包，说实话啊，第一次看降沙视频，背包就让我印象深刻，各种展开结构和玩法让人叹为观止。但是没办法，价格确实不是我们能接受的，那就玩个低配版吧。燃料罐是可以联动展开的，但是因为太紧了会把下面零件拽出来，所以只能拽这个杆，不过拿胶水粘死应该也行。这个细节刻画的还不错，锐度也还可以，里面给了大量的连接件，用于连接各类模型，金娘也可以连接，浮游炮弹夹仓也做了很多细节刻画，下方可以翻出，里面有机械臂可以加持浮游炮形成一个检修状态。背包本身的玩法基本上是和原版一致的，当然啊，它这个还给了之前竹夹炮的连接件，只需要更换一个背包零件就能实现，竹夹炮也能直接搭载在弹夹仓里，这个效果你们喜欢吗？其实我还挺期待有人出个降沙外夹改建的，这样咱们直接就可以做出一套 RG 降沙，感觉应该也很不错。拜拜。